你要跟我跳一次吗？好啊，好啊哟。他们其实很青春，那种青涩的感觉，就让我们回想到当初我们进节目的那种感觉，也就是哦，原来我们以前是这个样子。看到你们就回想到我们当初在棒棒糖的时期，那时候我们应该都比你们年轻吧？那时候你们几岁？16，我17，然后你我20，跟他们差不多。你看19岁，我们16年了嘛，伟力才3岁。好，今天呢，我们要合作的歌曲呢，算是我们 JPM 经典的歌曲，自己说经典，必须的啊。对。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会跟刚刚 audition 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你们会在还在记那个动作，可是那个整五个人出来的那个帅的感觉，我觉得还没有做到。你要跟我跳一次吗？好啊哟，来哦，现学现卖喽，来哦。因为我们这个手势啊，它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有这样高中低。对，这首歌它其实有些地方不是对节奏，是对歌词。所以刚刚讲那个手势的部分，其实基本上都以歌词为主。球虽然和你们一起排练的次数不多，但在每次的练习中都能感受到你们对表演的那份热情和不服输的态度。练习辛苦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吃个宵夜再继续吧。非常期待这次的合作舞台，相信我们一定会超越经典。很感动，就是觉得老师他们是一群有经验又很温暖的人。你们把这舞台当作你们自己的演唱会就对了。王子老师在排练的时候，他就会教我们怎么耍帅，脱衣服啊，可以看旁边，再看镜头，我觉得很有用。